这里是泸州的鼓楼山，在70年前呢，有一首民谣是这么唱的：鼓楼山宽又宽，五道寨子三道关，一条大道中间走，铁匠打了万斤铁，石匠斩断几匹山，都为鼓楼长治于久安。民谣里说的就是70年前，这里呢是一个土匪山寨被一个叫做欧二秃子的土匪霸占。这里的地势险要，三关五寨，寨寨险峻，关关索命，这是连蚂蚱都蹦不上来的路。今天呢，我们来看个土匪山寨啊，这是真实存在的土匪山寨。这个土匪山寨呢，就位于泸州市的鼓楼山九安门。这个据说呢，是当年石达开率部队也曾来到过这里。看看当年的土匪山寨的寨墙有多么厚呀，这个寨墙起码有4-5米厚。这个真实的事情呢，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来这儿亲自剿匪。当时这个土匪啊十分的凶悍，也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我们现在上来的这条小道呢，曾经就是鼓楼山上唯一的一条险峻道小道，这个叫做更夫道。这个有什么作用呢？这个小道呢直通这个土匪寨的三关五寨啊。五寨呢只是五个寨门，三个关口。这个寨门的两侧呢还有当年的一个题词啊，题字啊，据说是清朝八贡许朝仪的营题。这是我们先看这个下联写的什么啊，安全降武燕楼燕鼓楼，清静不闻雕。这个下联上联呢，由于反光看不太清楚，我念一下吧。九大雨山奇，这是石笋根深长阵地，这应该这个阵地能看得清楚。当年这个地方呀，很多有解放军打下的弹孔，我们看一下啊，看这里啊，这都是当年的子弹孔。那边一个圆的，很多这种子弹孔，可见当年这里的战斗相当的激烈。这个是寨门的里面啊，听说现在呢这个要打这个红色教育基地打造，所以呢这边的寨门可能是现在维修了一下。我们上当年的寨门看一下，这里面很多还有那个土匪寨的遗址啊，我们稍后再去看。这是土匪寨的寨墙上面啊，当年呢总共有这个五个寨啊，是长治门、九安门、天兴门、永兴门，还有远景门，还有三个玄关啊，天关，分别指的是天宝关、双锁关，还有大生门，都是土匪镇守的地方啊。想到土匪的老巢必经之地，这是。这帮土匪呢，十分的凶悍啊。其实，在1950年呢，还有土匪的存在。那么，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沿着这个土匪的这个山寨古道走啊，介绍一下啊，就是在1949年12月4日呢，毛人凤啊在成都宣布留蒋介石签署的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这个应变计划呢，在全国建立15个重点游击根据地，鼓楼山就是其中之一啊。当时呢，这个欧祥林呢就为第二军的军长，就在这个山头上成为了土匪。所以说当年这个土匪的背景啊还是十分强大的。解放军剿灭土匪这个过程啊相当的复杂，我们就不多说了，这个介绍不完。当年这个欧祥林啊从这里剿匪以后出逃以后呢，逃到了云南，据说最后在那里被缴获并且被枪毙了。当时解放军在这座鼓楼山寨上呢，光土炮就缴获了29门，这边还有个土炮台的遗址啊，但是不太好找。这个土匪山寨啊，它还沿着这条路走，因为那个古道啊现在已经修成这个大路了，要沿着这个山路绕到后面去才能找得到。我们等下去绕。这边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来这看一下啊，这是个观景台，哇，这个海拔将近700来米。这个鼓楼山呢，当年也是易守难攻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开车从那个地方过来的。这边还有个神奇的东西，叫做石笋。
那个天然石笋啊很奇葩，离开这座鼓楼山呢、啊、单独成了一座小山，据说呢那个地方很窄，但是人们就是跨不过去，而且在那个笋头呢有一个一汪水，据说呢这汪水呢很神奇，永远都不会干。这条路呢现在开车能上去啊，我们现在开车上去去看土匪当年的老巢是什么样的。沿着公路旁的一个小道啊，我们从这里走。哎呀，我刚才打听了一下，这个地方非常的不好找啊，就在这个上面，这是一片竹林啊，这里非常的凉快啊，可能现在泸州又将近41-42度了，但是这里呢我感觉啊体感也就是个20多度。这就是当年土匪所在的地方，据说有些老房子呢分给了农民，又盖起了新房子，需要从这家绕过去。大妈，这个还远吗？没很远。啊、哦，这是土房子。啊、哦，行，谢谢您啊。都烂了是吧？哎呀，好臭呀！哇，咋的这么臭？这里全养的。养的猪。养的猪。哇哇哇！妈呀，这里面就是啊。来一头拉的，那个泥柴，啊，他房子那个刀刀不动那皮儿。啊，就那些有木头的，就是吧？哦。哎，好难找，没狗吧这里？嗯。哎，嗯，谁来这地方了？真是，啊。这一片呢，据大妈讲，这就是当年土匪的指挥部啊，这个指挥部现在门全锁着了，也进不去了。我们看看能不能找个方法进去看一下。这里还写这些字啊，什么府放，只可惜不认识啊，认不出来。看一下指挥部的里面是什么样的，应该是挺黑的，但是我看不到，只能拿相机看了。还有电。这三间烂土房不太好过去啊，当年的痕迹已经不复存在了，试着过去一下吧，我就是担心这个槽里有蛇。这个电灯泡还在啊，那里面实在是伸不过去手了，有两张床，感觉屋顶已经塌掉了。这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痕迹了，这就是当年土匪的指挥部啊，有一间能进去，那边应该这个土的都是。哦，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没人知道它的具体是以前是什么样的了，是吧？啊，这房子全部都是毁坏了嘞，都毁坏了，是吧？看这个土墙，应该就是50年前的。以前是什么？以前的家具嘛，就是做篮子嘞，家里噻，家里住嘞。听不懂呀，啊，这些都是竹片的。这是您住的房子是吧？哦，啊，这个您住这个房子应该也挺老了。耶，在做木工，哇哇哇哇哇哇！其实呢，我刚下来了啊，这个包括这些大条石可以看到啊，这里当年就是整个全部是土匪指挥部的一个所在。这边呢据说是土匪的一个练兵场啊，但是练兵场看见这个地方比较小，因为这个内容不是很多。